这是谁做的？这个很屌哎！这个下雨的时候，地板就会湿。在非洲，每过60秒就过一分钟。如果有一只蝴蝶拍了翅膀，那它就等于拍了一次翅膀。哇！如果我们会走路，代表我没有脚。我们五个之所以，但什么东西？我们五个之所以是男团，因为我们都有。他没听到。这个面相比较惨一点。我们先来跟陈轩这个面相。OK OK。他这个就是硬硬邦邦黑。对，眼袋的部分，我们可能是预测他可能半夜没睡觉了。对，或者他有点邋遢，有点邋遢，不注重，不爱惜自己，不爱惜。看他后面这边，那这边呢？哇，这个面相来了，这个面相来了，这边眉毛，对，哇，有两个意思，对，一个就是很丑，对，就是有可能这个人比较厚实的，啊，鼻子呢，我觉得鼻子很重要，哇，这个鼻子下半身很要注意，能用吗？能用，有点黑，没有，下半身的部分就是，那时候可能膝盖会不舒服，对，这两条线可能这下半年要注意一点，肥了又长的，中上的肌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右边这位了。哎，很好，哇，这个怎么样讲？吉祥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眼睛，哇，假眼，眼睛就像元宝一样带起来，哦，有点微弯。对，鼻孔是什么？洞穴，洞穴，洞穴，看起来很深，很深，钱会自然进来。哦，对吧？嘴巴，可是有点往下，怎么样？没有，你要还是你要看？就是往上了，哦。所以是上下都可以看，对 ，OK， 这个还不错。他的浮相，他脸就是大浮相。机姐帮我 P 个那个他们身上。他鼻子大以后会赚钱？赚钱？他怎么记得很可爱啊？这个我觉得有点，他很多人不笑，不笑，不笑，不黑，很滑。他记得很可爱，而且他记得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今天来娱乐百分百跳谷谷歌的唱跳歌曲，可以哦。对，你可能挡到我的位置，我可能要过去一点，对对对，我可能跟他有点就是爱情好了啦，然后我就亲一下，好了，就双人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还是摸我，刚刚没有 Q 这一段，有人摸我，一定会摸。哼，把这条给我，可以吗？你嘴角跟拳头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表情怎么不太一样？他今天有点眉开眼笑。对啊，看到我们俩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反应。我甚至不想看你们。哎呀，在那边会。这这。你休息一下，记得广告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耶、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大家好，我是志军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是昌林。欢迎回到完全娱乐。就是我们 B 音唱跳的练习生，欢迎！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怎么换呢？我看力不很强。这招都出来了。我终于懂这种投票的感觉。对啊，都很好，怎么办？今天这一集没有木木的话，你们两个跟……一定好不好？一定没有我们，不要这样说。你看我们一开始木木那个紧张，我们两个根本不知道干嘛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讲什么。也是有互相 cover 啦，真的。比如说我需要救援的时候，他们还是知道说。大家学的还是很多，就是一些环节跟怎么样互抛。他刚才一个眼神就是，因为我想说给他讲一点话，就还是。但是我说，刚才后面的时候有一些现场的 Q 点还 OK。很棒哎！我怎么知道？梁之谦虚，对，很棒。就是 ，Yeah！ 其实优胜者是我。这边说到你真的很厉害哎，谢谢。有惊艳到你吗？有惊艳到我。那讲认真觉得最惊艳，最喜欢哪个？特爱谁？其实我会喜欢崇俊。嗯，是因为毛毛虫吗？毛毛虫，这个我还有，他要毛毛虫这个技能好吗？哎、欸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厉害，这个很难呢、欸。是他拖地吗？还是这个叫一般人做做不起来？这是一个加分。你像我做的话，我可能变粗。来吃吧。自己 Q 什么事？小心哦、喔，小心演唱会一直被叫人家做。科科冰冲的练习生。
车有点累，不是还好，木木应该比较累，木木动了，那滑冰动了会蛮累。其实我跟林昀晨的初体验，我觉得怎么样？不错。谢谢玩鱼，谢玩鱼，谢玩鱼。对，要多练习，对，多练习。好，有机会我们就加握小鱼哥，对，好好把握机会。那我们进行的是上台前的静心，有一点紧张。因为我们上次跟粉丝见面是演唱会的时候，已经有一段距离，隔了一个多月，一个多月，大家体态应该是有维持吧。来，我们另外两位团员在玩，来了。玩，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？我们今天来到春日，什么？大作战，春日部大作战，好朋友，春日趴，环保爱地球的概念。先简单的步骤，这个其实是我家人教我，他们会逼我，就是每一次只要没有使用的电器的插头，一定要拔掉。来，玉成分享一个，我平常不怎么接的。哎，你不会上头，我要你。不开灯，而且我以前开灯，真的不开灯。那我怎么你今天宿舍的时候？因为我跟你说，哎，你不想开冷气？对啊，好，快啦，我干嘛？还有我啊，最耗电，还耗水。对，说清楚。泽伟，我不浪费粮食，所有东西都吃得干干净净，省电够环保。我其实小时候也都是吹电风扇，然后再睡那个草席，用草席。对，草席会夹到肉，超舒服，会夹得很舒服。像这种画面，这种画像，可以吧？你知道这个是 Vogue 的拍法，就是有时候都会来一个很奇怪的角度，但是很好看。懂我，确定是好看的吗？好，我是不知道。好，毕竟我又不是 Vogue 的摄影师。好像没有那么快。问，不行，感觉 OK 吗？不行吗？好，不要春日趴，结束了。有人有危机，遇到危机，遇到危机吗？对啊，我裤子爆开，所以我在这里要很对不起现场的朋友们跟看直播的朋友们，就是我从头到尾跳舞都是拉着裤子。你说你没抓好就没抓好，一定会掉。下次若是让它真的掉下来，不要，你要这样子那么早就把你弟卖掉。哦，对不起，不要，不能把它卖掉，这是我先卖，他已经超了。但是我讲，我觉得我今天就看起来像，我们看起来两个盲妹，因为我显得，因为我现在是顺毛。不要啊，异性恋，我认真讲，我身边女性朋友都很喜欢。跳跳跳！